很怪的叠珠，看到没有？虽然说有点失误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一波七啊，各位。木法沙没开。使用杨戬也是一种方式啊。你知道，这是帮我破大一点气量不对吗？我等一下试试看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一堆弄掉。全火难打，王冠是天降全体。我刚是全火已经吃了好几次闷亏了，你看这对慕容兽已经很稳，可是带点气抗不动过不去。先答案一半再轰。100%了，玩家哭死啊！干一的一到这边就又卡住了。干会那个。灾康啦，不祈求天降了，自己转吧，平民百姓。自己转吧，自己叠吧。你想要等他给你啊，这赛靠五。再一个，妈的！武康宝，
好样的啊。手速就是会少一康，看我眼睛已经开始把酒蒙糊。再一个，哎呀，妈了个逼嘞！哦，你终于可以给我七康宝了，这是谢谢你啊！谢谢你啊，还没死哦，靠北啊。最后一个，哦，最后一看你都 不肯就对了。现在是抓好是六就对了。不管叠不叠都一样就对了。真的是不管叠不叠 都一样。哦，终于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啊。我怎么觉得那个木珠很少，有点怪怪啊？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？有没有觉得怪怪的？有没有觉得那木珠好像怪怪的？感觉好像不会天降木珠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应该是错觉了哈，应该是错觉了哈。啊！我又忘记开了啦 ，Go！ 啊！好了，按照我们刚刚的 schedule 了，我无所谓了，就忘记开，就当作没看到了，补救他了，谢谢各位了，大家提醒我，我没有注意到，干，我就是看着珠子就好了。好，忘记开，没关系没，大家当作没看到，这石头送他的了，今天百姓送死。送石头的石，哎，不是送死掉的石。哎，我怎么有种很怕断珠的感觉。哦，送石哈，送石秀哈。好悲啊！因为这样已经吃三颗了，刚好提醒你，没到，没到啊！确认一下，我看转什么鬼，怕珠子不够多。很多人提醒我，刚刚看水、心、水、心、水、心跟水，等一下哈，心水一下，心水转木哈，来。天降给不给力随便你了，我现在已经有点麻木了，好不好 ？OK 嘛哈，随便啦哈。
龙科嘛，我知，我记得龙科，龙科。这种天将你信吗？我干，我真的不相信。干，这较大片的，无等下死。哦，一万多分比刚刚多了。这种天象你信吗？我不信。当你不相信的时候，你就靠自己实力把它弄过去啊。对啊，你讲较紧。我们看一下木珠到底有多少颗哦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看看哦。Take a look at 哦 ，Take a look at 哦。哎，来看一下这个木珠到底有多少颗啊？我是说留下来的哦，哎，及格啦，哎，哎，为什么没有死啊？要开毒龙吗？我现在已经忘记了，要开毒龙吗？我刚有开毒龙啊？没有啊，我刚没有开毒龙啊？为什么？怪没鬼啊！啊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不要开！对啊，没我没我没开我没有开啊！来吧来吧来吧，可以磨一下下哈、哦。妈呀！他再不死，我就要死了。云养，云养，干你跟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，知道怎么做了。送走两只哦，我拜托你耶！哎，给我多一点那个猪，送走两只啊！好、哦，哇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干，这时候干一定要叠，哎，还有一回合哎，好机会，趁这时候叠珠，应该可以了吧？水珠，我要火，漂亮，漂亮 ，perfect 啊！看到那个龙科没有？看到龙科了，打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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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啊！妈你个逼！看到那个龙科没有？各位，流水珠，我流水珠了，全开了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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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！最后一波送他一个舒服啊！化解哦！很怪的叠珠，看到没有？虽然说有点失误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不过没关系啊！一波七啊，各位！魔法杀没开，哦呀 ，kill 啊 ，kill 啊！谁说要开魔法杀了啊？我就是不开啊！我跟你讲，开什么玩笑啊？你们看到一大堆七吗？没看到吗？没看到一大堆七吗？啊？嚯、哦，敢闯啊！你们真正心中跳开，看到一堆七没有？各位，我操！干，这样也过，妈呀！这是什么鬼啊？啊，开玩笑！我的观众一个可以抵一百个，我跟你说，你以为你杀得了我吗？你杀得了一个平百姓，差杀不了千千万万个平百姓啊！魔法杀忘记开哦，妈了我，干，我有点傻眼。